好，接着就是要看地面天气图。我们这边给各位看过一张地面天气图，然后呢也看过跟它有关的卫星云图，然后根据这个图形我们来做一些判断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到蒙古这边有一个高压系统，那边上面已经写了高压要标示成什么 H， 中心气压去看就知道了啊，这叫1032 1038，所以呢中心气压就是，然后呢巴士海峡这里有个低气压，低气压要标什么 L， 它图上的中心气压比较看不太清楚啊，比较看不太清楚啊。好，然后知道这有高压有低压，然后就考这个问你说它顺时钟还是逆时钟，旋出还是旋入，晴朗还是阴雨啊，这一个问了。然后呢，从地面天气图图上就有标示，图上就已经有标示。你看卫星云图也告诉过你了，带状的云通常跟谁有关系？封面嘛。所以呢，那什么封面你现在看不出来，可是你如果看天气图就看出来了，看天气图就看出来它是什么封面啊。所以呢，日本附近有一道什么？有个封面，什么封面呢？然后呢，看到卫星云图，我们除了带状的云跟封面，来看那个圈圈嘛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台风，台风是个热带海洋性的低气压，所以因为低气压靠近我们，低气压天气是阴雨的，所以靠近我们，所以就天气不稳啊。台风要快要来了，所以云量会变多，雨量正要变大，这就是考试有考的啊。有画个图问你很多，还会问你说哪边气压大，哪边温度高什么之类的这种问题。OK， 就是你要会，就是前面学过的事。OK， 那叫降水几率，就是预报人员告诉你说明天的可能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少，下雨可能性有多少，它就是一个可能性而已，它就是可能性，就是可能性啊，这是一个预报的时段，预报的时段你看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降水几率就是明天降水的可能性啊，跟下雨的面积没有关系，跟下雨的时间没有关系，跟降雨量也没有关系。明天的降水几率 60%， 不代表台北市有 60% 的面积会下雨，不代表明天有 60% 的时间会下雨，更不代表我们会下60公里的雨，没有，就是一个60的可能性，而且就是可能性，也没有100%。我曾经连续两天都报，第二天降水几率60%，结果一天是晴天，一天是雨天，不一样。还也更好笑的事情是，气象局的有下雨多少？一天当中下0.1公里以上，就称之为这一天有下雨。如果你整天只下0.1公里，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OK， 好，这是降水几率。然后发布时光看看就好，这也不用背它。降水几率的意思就是下雨的可能性，根据它的气象学知识以及过去的经验，告诉他说明天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少。降水几率在一开始报的时候就是降水几率，这是气象的专业的用词。因为老天爷降的水不见得是雨，但是因为台湾基本上都是在降雨而已嘛，所以呢我们的伟大的新闻媒体话又自动变成叫做降雨几率了。但是如果要专业的说法，应该叫做降水几率，降水几率。 OK，紫外线指数，这理论上不晓得二年级的理化老师有没有教过啊？就是中午时分阳光最强的时候，每平方公尺100焦耳，每平方公尺500焦耳，叫紫外线指数，叫做五，紫外是五。然后呢，紫外线指数会跟一些因素有关啊，比如说云多一点还是少一点。
地面的反光，通常什么雪地啊、海边啊，紫外线会比较强，因为反射比较强，比较强，也有很多因素有关啊，多巴胺之类的。这个哈、哦，去年出学生问了我一题，我第一次的时候看错了，他画了一个山，画了一个地方，他问你说哪边紫外线最强，我一看我就选山上，答案不是，答案在旁边的地上，为什么？你看那题有点小见，他在上面画一个臭氧层，就是山这边的没有什么臭氧，山另外一边的臭就是山这边的臭氧比较多，山没有边的臭氧比较少，所以呢，因为臭氧少，所以紫外线比较强。我没有看到旁边，我只看到下面，我没看到上面，就写错。反正跟这些因素有关，你这样子看看就可以了。你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个紫外线指数，通常都考说分几级，15级，然后背一下。说这个小李化老师有教过吗？没有。好，7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。就这个表啦，7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。7以上是过量，10以上是危险。紫外线指数这个表是比较简略的表，我看过一张更复杂的表，还分不同人，因为有人一晒就黑嘛，一晒就红，有人晒久才会红，所以不同等级的、不同状况什么之类的不同，你不用管，就这样弄。国一般考就考这个而已啦。啊，学测有考过，我学考的比较简单。学测考这题的时候，就是画一个表，有苹果式、香蕉式、凤梨式。然后写了一些指数，然后题目就告诉你7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，然后问你说谁的过量天数最多，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，数就可以了，数看这几天就拿出来了。但是一般老师考这个7以上过量，总共15级，7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，背一下就好，背一下就好，就7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。目前台湾报紫外线指数基本上没有太大意义，就是告诉你说明天紫外线很强，请你出门的时候呢，把自己包扎好一点、啊、可以盖的盖住，可以遮的遮住、啊、免得要曝晒啊之类的。基本上就算是明天说紫外线达到15级，超危险，你还是得上班，还是得上课，不会因此放假，目前不会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。再来就是警报跟特报，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的时候，我们会发布警报或特报。特报有很多种，有所谓的强风特报、豪雨特报、低温特报、浓雾特报。好，告诉你这些东西叫这个特报。警报基本上就只有一个，台风警报，告诉你有台风啊，怎么怎么之类，这个看看就可以了。OK， 敲鱼五郎五稳得吧？没，很好，你写课堂练习。